陈年三庄一人送彩，送小状元胡金惠子，在石仙亭，石仙亭指挥的兵赵军先前建造的。过状元桥，在慈心亭，160几位状元。老祖师、师尊、师母的弘誓大愿，化娑婆世界为莲花帮，营造一个天上人间的弥勒家园，必能早日实现。因此，一贯道所属各道场大力提倡读经运动，借由背诵四书五经及《道德经》《金刚经》《心经》《清净经》等经典，
务实地从事文化扎根工作，希望大家一起来读经，进而悟道，修道行道，时时以圣贤心为心，以圣贤志为志，建立一个富而好礼的祥和社会。